欢迎收看不啰嗦看童仔，现在在我身边的是我们开店吧伙伴的老主人。首先自我介绍，嗨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嗨大家好，我是 Finish 的佳琪。Oh my god， 我是阿乐。我是 Z 露珊珊。哇，是妙语说书人，大家要陪我处女娃。我们先剪刀石头布，看谁先。好，来来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哦，你先。好 ，OK。你先看一张，你准备好开始你的表演，然后我们才出一张。你先拿出来。好，放在这里。要表演喽！开始。OK， 那请大家拿出一张，你觉得你也有？好的。哦，有。好，来等一下。好，帮我洗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哦。我们接下来要说一下哪一张是肌肉珊珊的。他刚刚是忧郁的嘛，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花。为什么？可是他有抬头看呢。但就是因为他可能看，等下你是这个花是不是？没有，对啊，就是他可能就是花枯萎了，他往上看，因为天气不好，所以他很忧郁的往下看，因为花凋了。可是那你不如说这个天空不是更有可能吗？这种火箭类的，为什么他会在这？这个的话是爬楼梯也有可能，但有可能这个是面具，他往下看啊。可是他有走路，但是坐着啊，就是一个类似坐着的感觉。有可能，但我觉得他走过来看呢，会不会？没有，是坐下来。坐下来啊。可是他不可能。好，不然我觉得这张其实也有可能，因为他是看很多幅画。这个人在这，他往上看。对，他往上看，还有就有往上看呢、啊。但我觉得玫瑰花蛮有可能。我觉得不是他。我自己觉得玫瑰花。我觉得不是他。我觉得你就是玫瑰花。不是玫瑰花。哦，有人好会啊。哦。我觉得目前觉得是这两个。我也觉得删除法是这两个。我觉得是这两个，因为这个我觉得没必要往下看。然后现在是自己投票是吗？对，一号是那边，一二三四五。你说有人直到就是我的台，我也是有分数。对，好，投好了。好，一二三，你投几号？四号。你投三，我投五。公布答案是啊，对，不是，我不是那张牌。是你要选二号吗？我没有选二号，因为你干嘛不选？因为这张是我的。来，我先加分。如果没有任何玩家猜到说书人所出的牌，说书人零分。零分，对，没有。因为没有人猜。没有人猜到。大白高兴。要猜到。要猜到。对，至少有一位玩家，但不是所有玩家猜到说书人，那不是这样子。再来是没有任何玩家猜到说书人的牌，其他人两分，没有玩家投票给你再得一分。好，所以说现在三号是谁？我。三号是一张是投四，四是我。三号原本就两分了，你是什么色？蓝色。我是蓝色。你是两分加一分就是三分。哦。我是四号，四号是几个人？两个我。所以就是我原本是两分，再加二就是四分。五号是谁？我。好，那你也是原本两分，再加一分三分。这个就先回来，牌就不要了。就不要了吧。我刚才使用了一个方法，就是我先去信任其他人，他们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觉得这张是呢？我就说，我才不是那个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下一个表演者，那就顺我咯。OK， 没问题。好，顺我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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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就是僵尸，僵尸中邪了，僵尸哦，生了，月经来，月经来，结束。好，我的牌在这了，有个男的。OK， 好，来喽。OK， 好，来了，这是第一张。哦，二，这个是废牌啦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哦，好，请讨论。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是被撞墙？可是他大概是有一个故事线。他为什么要跳舞？哇，可是有可能是这样啊。他感觉是先被干嘛？你看他最后还哭了，这个还哭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。因为这两个他们是情侣，他们被迫分开，所以他刚刚是有点若即若离的感觉，所以才说很像那种感觉。刚刚有很严重的肚子打到。OK， 我答案出来。好，好，请投票。一，哎，我们都投了一。一，一，二，一，你嘞？我是这张啦。我想说要做这个齿轮，我不应该敲肚子说肚子痛的。你看这个刚好在那边敲肚子，对呀，这就是谁啊？所以一号是谁？我啊！哎呀，你真的是老江湖哎！再说一个，我是这张，我不是这个。三个人选他的，对，选一，所以因为我没有被猜到嘛，我是零分，你们所有人都两分，好，先两分。哎，我白色是有动，有有。你说你被猜到三个，你再加三分。刚刚还有一个被选到的是谁？二，二是谁？我你，他可以再加一个。哦，接下来换演员，先发牌，先发牌。来，我们有请演员。好，开始你的表演。好，等一下，然后你现在先趴下来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好，他趴完了。哦，咬了一下吗？是吗？对，咬了一下，就这样结束。这边，来第一张。一。哦，一定不是这个。二。啊。哦。三。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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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他其实也算了，因为他是有獠牙嘛。然后这个，哎，等一下。住的耶，可是你要讲，如果趴着的话，这两个有趴着，这两个有趴著。我觉得如果他是要咬一下，是比如说他把他有点像是吵醒的时候去咬他之类的。等一下哦，他刚刚眼睛是这样，还有这样扎一下哦，是这样啊？对对对对。可是这个在睡觉，请亮牌，三，五最多，我们两个三，所以答案是三，耶、yeah! ！你是谁的？我第一，哇！所以你先三分，保送三分。那两个人猜到没有？就是一个三分而已。我们两个也是各三分。哇！五号刚刚是五号有被猜到，他再得两分。耶！发牌，抽牌，来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耶！佳琪先准备好，耶！开始你的表演。哦，今天后面，哎，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？好，完了，好好玩，哥，真的吗？好，一张，哦，二张，哦，第三张，哇，这个帽子是怎么一回事？第四，哎，第五，哎呦，哎呦。二三四五，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猜猜看哦。我觉得先用排除法，就是长发公主，她是唯一作者的。是，我觉得是不是小孩子的意象啊？会不会是往上看天空，然后老爷爷？为什么觉得长发的也很像？他有没有可能是模仿帽子？因为帽子是静态的。请投票。OK， 五五，我也是五。哎，两四两五，我是。这个，哇！所以我们三个先各加三分。好的，我赢一下。我是黄色，黄色的七分。那四号是谁？哇！太简单了，难怪他
刚刚一直说很好玩，很好玩的，他就是看我这个蠢货。但我觉得我刚刚演的还不错啊，就是有些忧郁，然后东西飞出来，然后我再犹豫。可是你手撑着哎。手撑的是因为我猜可能会有牌是这样子，对，然后结果就出现了这一张，我会这样子，神之左手，哦，神之右手，我的天哪，开始你的表演，哦哦哦哦，都是三角形还是四方形？一二三四五，我只看叉子要干嘛？我不知道，他就是拿起来，然后扔扔扔。我觉得五号是最不像的啦，跟这个也不像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个可以参考的原因是因为他刚刚他是这样，这样。没有没有，他是，哦，他这样子。哎，等一下，会不会是这两个其实最像哎？因为他是单手。对啊，我们刚才就说他一直拿东西啊，一直重复。请投票。三五，答案是三。哦，来来来，那个谁弱？来，等一下，我们两个先各三分。接下来五号是谁？五号是我。哇！谁是二号？哈哈，一分吗？一分吗？一分。哎，小白兔，好可爱。好，来报一下分数。白色是谁？圆圆。圆圆六分。紫色九分，九分，蓝色十一分，黄色是我十三分，十五分是三分嘞！耶！还没到三十分之前，我们都不要气馁，好不好？好，拨头发算吗？好，洗脸，那这个不算啊，不算。开始了。好。哦，这跟你前一个表演超像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一样的牌，一样的牌。你看看他不开心。皱眉，皱眉，我要哭了。悲伤，你好快一点。黄毛，悲伤。OK， 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现在跟着这个数字哈，一二三四五，猜猜看，刚刚肌肉先生演的是哪一号呢？他会不会是走一走就哭了？我觉得是这张哎。因为他原本是个女人，然后很快乐，最后老了，然后就很苦。哦，好像哦。可是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比较印象？什么？这个吗？怎么？哦，你说，你又在用哪一张？你说一下。不是，因为我刚才有看这些，我也有猜这个，这也很忧郁啊。我有猜这个，但是这个，可是你看这个很多的时间，因为他走很近之后。然后他看这些时间，有些是破裂的，然后有些是……但你知道吗？肌肉三三这张牌跟你长得真的很像，这根本是你本人哎！然后后面就是那一张，就是那一张哎，他不知道选择哪一个，你直接选一个最像的。但这一张呢，会不会就是他看到很多世界，觉得哦，人真的就是没办法，不可能，这牌不行。我觉得这个，我也觉得是一。我也觉得是，我们同意，他就没有票了。对，我觉得那应该是一起，因为他刚刚这个笑超开心，就是。可是我觉得他的笑会不会是因为他觉得是他，他在嘲笑他的感觉？没有，我觉得他不然就是他觉得我掰得很好。请投票。哎，没投，完蛋，完了。那你的答案是？什么啦？该不会是二吧？三啊！所以我的猜测是对的。对啊，所以。我的猜测是对的，可是等一下哦，我先说，你们就很喜欢怀疑我，我就在推理。那你刚刚二推理嘲笑他？对啊，你不能这样，不是嘲笑，是太可爱了。好，我们先所有人加两分，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。哦，东仔追上了，他要加吗？他没有。好，再来是五号是谁？我。我跟你说，为什么我不能投一号？因为一号是我。哇！我是黄色三分，一二三十八，我追过你了。还有玩到二十分吗？好，因为那个机器过烫的关系，我们玩最后一轮。那谁想要当表演的？佳琪要不要？好。好。开始你的表演。哦。哎呀，不要猴子，猴子。不可能。爬树，爬树。好复杂。泰山，泰山。哎呀，抖动哦，抖动哦。想好哦，是在跳舞是不是？是的。一，有点像。二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会瞬间做效果。三，哦，在平衡木上。
叫什么？走钢索。哦。四。哦。观众们可以猜猜看喽。首先，我觉得摇摇晃晃的话，这个一定摇摇晃晃，这个也摇摇晃晃，这个也摇摇晃晃，这个也摇摇晃晃。老实说，但它有一只鞋。再来，因为它刚刚有跳上来，所以这个也符合跳上来、跳上来、跳上来。但它有一个在看看，我觉得是这个。会不会有这么好猜吗？因为是海浪哎，那看有没有危险？看，我觉得是有点五号，五号有点。但你不是头五哎，你很奇怪哎，才被我偷看到。三二一，我是一，一，你呢？一，你是五，你没有他不是五，那你是几？是五吧？等一下，你投五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其实我是这个。啊啊刚才数科还是可以骗到人啦，我可以拓得几分？先帮我。好，你有三分啊。好，我们三个也三分啊。十三、十六，然后这边，哇塞，太多了吧？二十一、三分、十三，好。哇，好激烈，好激烈哦！你快被追到了。还有五分的，我的选到五分是你的。哎呀，加一。今天的第一名，今天的第一名就是我。哎，真的谢谢你。我觉得桌游呢，就是可以增进所有好朋友彼此之间的好感情，然后也可以边玩的时候边讲一些干话，喝一点小酒。如果有想要看说书人继续玩下去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说想要看谁来玩。Yeah, yeah, yeah. 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部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